在 Arima 担任人事经理的职位。那我在 Arima 已经工作了8年多。那我和 Fairphone 的话，在这些项目上从开始洽谈到现在合作的话，已经有1年多了。在我们工厂和 Fairphone 合作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对 Fairphone 的了解也是越来越深刻。其实第一点是关于他们那个一个手机模块的设计理念，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，不需要很高超的技巧，我就能 DIY 自己的手机，而且对于说单个模块的维修更换，我觉得也是说减少了资源的浪费。那我觉得 Fairphone 它不仅仅是在说，它还在做，那它会关怀就是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。我叫徐尚超，今年30岁，我住在吴江这边。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手机的生产制程品质分析。我目前在这边工作的话是近9年的时间了，然后对员工对主管的关系都比较好，比较和睦。我目前是一个人住在这边，然后家人的话都在老家。对将来的愿望就是比较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，在这边工作，然后经验积累之后可以往上呢，往高更高的层次去走。代表我在今年的4月份有参加过员工代表这一方面的培训。那培训呢，是我们员工代表的职责呢，员工工作职责和沟通技巧等方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和员工呢有多方面的了解，然后听听他们自己的心声。作为员工代表，我的感想是给公司谋了点，给员工谋点福利呀、然后公司员工对我一点的信任啊，我还是非常高兴的这一方面。自从有工厂有员工代表后，公司有一些改善，比如说餐厅的伙食呀，宿舍的环境，还有一些娱乐活动等等。我叫李素芳，我今年43岁，然后我住在华冠宿舍。我一个人在吴江上班，然后老公、孩子还有老人都在河南老家。如果不上班的话，休息我会。首先向家里打个电话，然后问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再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成绩。就是我对将来就是要努力去学习管理这一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希望公司能给我加薪加职，然后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过得更好一点。希望和Fairphone一起携手说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友善的社会，那也同样一起来保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环境。那Fairphone专注于全球手机供应链的一个公平贸易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，以及说员工的人文关怀，它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电子行业的一些现状。那我是觉得说在这方面我触动很深。